羽球世锦赛，王子维鏖战三局逆转胜晋级男单32强2018羽球世锦赛第二天，我国男单好手世界排名17的王子维今天下午展开首战，遇上世界排名64的加拿大19岁新星何书 Jason Enthoe 二人首度交手就是场硬仗，最后王子维花费了55分钟先输一局再倒赶两局，以15:21、21:15、21:12获胜，挺进男单32强。下一轮王子维将对上法国选手拉维德斯 BRSELOEVERDZ。 另外，台湾女双组合林晓民、吴芳倩也以2个21:10直落二击败意大利组合斯欧菲亚之 ARINO Lisa Eiferser 晋级32强。